分钟啊哈。不过我想导演其实有一点感慨哈，就是其实他收集的资料相当多，只是碍于有这个可能很多的原因啊哈，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这个把它这个全部整理出来。他觉得哈，如果每一个段落都可以再延伸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。那这个也见证着阿里山森林铁路这样百年的沧桑，它的话题，可以一直持续的进展。林务、林业，还有铁道，还有旁边的聚落，这个到现在哈，还可以继续的一直延伸呐哈。那我想透过这个一点短片，那它很清晰的画面，那么有过去历史的歌声，那么我想接下来就邀请两位啊，这个一个历史学者，一个在林务体系，他现在也算老员工哦，耆老了，这个金能标啊，我们的前所长。那个具体文章大家回味一下再来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味一下刚才其实呢非常非常累了，我们其实很短时间看。好好，我们就休息五分钟，五分钟后啊，伊可能要去啉水啊，烧酒，啉完了伊就发烧溃烂啊。好，五分钟后马上倒转来啉，谢谢。